王，森林里最厉害的狮子王，我要去办一个大三观合唱团，请所有小动物的来参加比赛。这个大声公合唱团比赛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参加，因为小老鼠 Piano 声音很小，力气很小，肚子很小，个子更小。小老鼠好难过，好难过。于是他站起来，慢慢的走，在森林里面走来走去，非常伤心的难过。他一直在想办法，到底怎么样他才可以参加合唱团比赛？他想到了一个魔法师可以帮忙他耶。所以他背着他的小行囊，不怕困难的，赶快去找魔法师来帮忙他，开始他的冒险之旅。